把步枪接近到麦克风上，局长，局长，请告诉幺八七幺八八师，尽快完成铁原的防御工事。也请局长放心，幺八九一定能坚持到最后一刻。政委，我们这守不住了。李强，你爸，老李，黄将军，李强，过来。李强。 这是幺八九师用牺牲换来的经验，抽动下发部队。